我的个性呢，就家己去爱心文章点，家己去地里做一个爱偷闲笔点，今年评选八十六件作品入选，同少年的入围者只有十八岁，同资深的创作者大概七十岁。这张作品即起在家己去爱文化中心来展出，举办入做一个爱偷闲笔点，并成为国内重要的比赛平台之一，也为家己画图来累积能量。第二十一届特写比赛竞赛，真正的类别有思维类，包括水墨、书法、篆刻、加彩；含色画类，包括油画、水彩、版画。总共征集思维类162件，其中书法63件，水墨99件，色画类有271件，总共433件的作品参加。经由初审和复审之后，有86件的作品脱颖而出，对这日起在嘉义市文化中心展出。嘉义自古有画都之称，绘画是文化局推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项目，而桃城美展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活动。那么从84年开始办理桃城美展，到现在已经进入了第21届，每年的报名都非常的踊跃。今年有433件的作品，那么有86件获奖。那么我们这次最主要的是西画类以及书画类。那么目前呢正在文化局的34楼的展览场来展出，时间从现在一直到十一月五号，欢迎大家前来观赏。特写美展各类得奖者前3名会当摕到奖金15万、5万块含3万块，优胜的奖金有10万块。得奖作品将持续展出到11月才个为止。欢迎嘉义艺术的民众会当把握难得的机会前往欣赏。最新新闻，张玉平、王小璇、嘉义市采访报道。